大家好，今天是你们的好朋友评测员小郑。至于评测什么，你们应该知道的，就是酸奶疙瘩。没错，我买了好多，我在超市里面买了好多种的酸奶疙瘩。看看啊，先给大家一一展示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接下来会每个都尝一下，然后说一下它的口感，啊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喜欢吃的口味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，先吃这个吧。这包装一个的，我们先吃这一个。打开之后，你首先能闻到的就是，一股奶香味儿。我咬一口，它的口感偏干一些，面面的，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种。好，这一个我好像放的有点久了。不知道坏没坏，哎，我还是可以尝一下的。闻起来应该是没坏吧，反正酸酸的，跟它原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。我试一下，应该是没坏吧，有点好像过于酸了。好，我们换下一个。哇，是吗？有点酸的。这也是散装的，那也是独立包装的，是一点酸味都没有的，是那种奶棒，然后有红枣的味道，因为它里面有红枣的颗粒，你看是红枣的肉，这个也不错，它的后调有一点点的酸味，它入口没有酸味，而且它也没有那么干，那么的面状的感觉，它更像是在吃一颗糖，像奶糖一样。它们所有的特点，统一的特点都是越嚼越浓郁。伊犁特产奶疙瘩，它写的是奶疙瘩，没有写酸。尝一尝这个啊，但是还是酸酸的味道，闻起来就能闻到是一股酸香酸香的味道，感受一下。哇，这个就一定很健康。这一款啊，如果喜欢重口味一点的，不妨试一试，可能会很喜欢。好了，再吃下一款，这一款，当当当当。奶疙瘩干酪，奶疙瘩哦，它跟刚才这个不会是一个吧？它里面是这样的，也是独立包装的一个，它是个爱心的样子，爱心的形状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出来吗？它是一个爱心的形状，搞一下，先闻一下味道。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哎，但是隐约也能闻到这个奶香味了。我们试一下，哦，入口就很甜哎，我觉得是老少皆宜的意思。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塑料袋装的，尝一下，圆圆的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它是圆的，跟我刚才吃的那个。这个圆的是一样的圆，闻起来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。你们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很涩，很干。哇，这个不仅是它的表亲，更是它的长辈，我觉得，然后更加的。它上面写的是甜酸味，我们尝一尝。甜酸味的话，我还是能接受的哦。搞一下，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形状啊，也是有点偏圆的，但是还好它是骰子状的。闻起来呢是浓郁的奶香味儿。这款很不错哎，这款没有那么甜，
但是呢它是有甜味在的，而且它的口感，它的口味的层次比较丰富，它除了甜跟酸之外，它还有一种香味。嗯，这个真的很不错，就推荐大家对即开即食。嗯，这款真的不错。嗯，今天的测评就到此为止吧，下次吃什么呢？下次再说。